去带，那一定要带伞。这是 Julian 之前在英国哈洛百货买的雨伞，因为很贵，所以这样就不会丢掉。哇，这样来着。但这里也蛮喜欢这样的天气的，我觉得凉凉的，然后体温比较好。但是衣服要洋葱式穿吧。还有啊，人啊，如果都只是待在台湾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。其实外面的世界蛮大的，真的还蛮值得出来走走，短暂休息也好。